炽火学院和神风学院组建一个新的神风。这就赢了。对于我和慕白而言，这不仅仅是一场魂技的较量，更是生死的决斗。慕白，没想到你能走到总决赛啊。戴维斯，不用惺惺作态，你什么时候停止过对我的打击？为了出清，不会再逃避。戴沐白和戴维斯，朱竹清和朱竹云的武魂怎么是一样的？难道是兄弟？这丫头当初离家的时候才二十几级，两年时间竟然已经突破四十级。唐三竟然有个万年魂环。万年？他岂不是越级吸收？这大家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一睹双方的精彩比赛呢？我宣布，史莱克学院对阵星罗皇家学院，比赛开始。蓉蓉，小，九宝有名，三约魂，第四魂技，一起亢奋粉红场。你去会会唐三。第二魂技，幽冥白杖，第三魂技，万丈狂澜。七宝琉璃宗宗主之女的加入，史莱克学院只会更强大。不如我们先较量气。第四魂技，幽冥影分身。那就先解决你。慕白，多年不见。大哥今天给你好好上一课。你呀，铁这白虎烈光波，白虎护身杖，这令堂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？烈光切割线，居然是自创魂技。这么多年了，你的魂技居然还停留在原始状态，真是废物。白虎流星拳，居然把流星全吞了。破！什么？流星还存在？逆流星已经发出的魂力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聚合，这小子小看他了。逆流星雨，去自创魂技彗星发，真是漂亮的一击。这一招还没见戴老大用过。不错不错，我是小看你了。第三魂技，白虎撼裂阵。地面变得像寒冷一样，无法建立啊。这就是你最强的实力了吧？不错，能勉强伤到我了。你现在就像个小丑一样在我面前摇晃，真可笑。我这就结束你的表演。第二式白虎八地旗，挤压。你可要小心了。第三魂技，幽冥拳落。竹青，竹云对你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暗杀你？妈妈，竹青，别跟你姐姐闹了，回家吧。竹青，你小我七岁，再怎么努力，这辈子都超越不了我，何苦这么拼命呢？
竹青攻击速度变慢了，神情也变了，像是中了幻术。没想到朱竹清借扭转了败局。只是奇怪，从比赛开始到现在，史莱克其他人竟然没有任何前冲攻击的意思。而且一向控制战场的唐三在搞什么？怎么毫无战意啊？
那个杀手果然是你。妹妹，你说的是哪次？调整战术，之前小看他们了。好。好。他们变换战术了。嗯。唐三行动了。奇怪暴动。好。第四魂技，蓝银突刺阵。明天的比赛，对方必会轻敌。轻敌必然不会在一开始亮出全部底牌，而你们利用这点，一开始就出全力，瞬间爆发。好。来不及了，队长，我送你出去。第三魂技，玄镜顿缩。不好，戴维斯消失了。消失了。这应该是一种通道，镜子能够将空间扭曲，产生一个异空间。找不到戴维斯了。你开始大意了，区区蓝鹰草怎么会有如此强的？帕克，原计划。好，第三魂技，凤翼天翔。第二魂技，浴火凤凰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集体失去了行动力？难道又是唐三的新技能？除了消失的戴维斯，其他人就像是……小三之前研究过他这变异的第四魂技，如果将自身所有魂力注入蓝银草，会有什么效果？眩晕叠加，看来效果达到了。不过蓝银突刺阵的维持时间没有蓝银囚笼长，足够了。嘿嘿，让你们尝尝更强烈的头晕目眩。第四魂技，凤凰啸天击。场面够壮观呐、啊！这个时候，他们根本躲闪不了。虚妄皇家学院的实力根本还没发挥出来。九宝有名，以月力。该我了。第四魂技，爱虎流星雨。疯狂啸天击第二阶段，凤凰岩浆冲。胖子，身后。第四魂技，白虎敏神灭。胖子。攻击被打断了。戴维斯选择红军，就是为了减少后续其他队员的伤害。倒是个好队长，不过如果他首先攻击小三，太快了，无法预测其动向。紫金魔通，胖子，你怎么样？胖子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胖子身上没有伤痕。第一魂技缠绕，三少的蓝银草速度不及戴维斯的速度，看来异空间中速度加快了不少。先干掉两个辅助位。柔柔，小心！只能任由他攻击吗？头好痛！柔柔，别乱动。我没有受伤，只是头痛。小奥救了我，自己去。这孩子
这样。戴维斯的攻击看上去像是对肉体攻击，其实主要是对精神的攻击。将无形的精神攻击藏在有形的实体攻击中，他下一个会攻击谁？下一个是你。既然是精神攻击，那么你不足为惧。